在边路，边路突到禁区，哇，禁区里边两点的包抄，看看这个球，这是上半场比赛9分38秒的时候，来自加纳的新援阿奇兹雅库布，里边是谢鹏飞以及阿奇兹雅库布双双赶到，在后点位置上，阿奇兹雅库布完成了破门得分，这个得分是他加盟球队中吉祥换上21号刘彬彬，刚刚完成换人，但是武汉三镇这边到了禁区，谢鹏飞，我的天哪，斯坦丘助攻谢鹏飞，这脚直传，谢鹏飞正好左脚一脚低射，看右脚停，左脚打，好的，我们恭喜武汉三镇队夺得2023中国足球协会超级杯的冠军，恭喜武汉三镇。武汉三镇在连续赢下中乙、中甲、中超冠军之后，在。